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他也在玩物理卡车，连个低级关卡都过不去，真惨。那你说应该怎么玩？看好了，这游戏讲究眼疾手快，心态好。这一关先用卡车把障碍物拖走，接着将炸药推进火堆，这不就轻松过关了吗？还有这一关，直接用线条挡住旋转的挡板，再把炸药往前推。哈哈，看我这爆表的智商，还有谁敢来挑战我呀？